花生。今年好夯的来哦，真的，对，而且什么都有喽。到年底三天两夜的假好像还有几个哎，还有，对啊，对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你有吃有喝有玩的，也有住宿的，有住宿的，旅游的都有啊。这个时间短的，然后附近玩一玩，可以带什么买什么的，轻松的来一下。不是，我要来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旅游达人告诉大家，来，欢迎今天的来宾，首先第一位，世界走透透旅游达人温世凯。大家好，我是温世凯。哎，连续假期要怎么玩呢？跟着我带你玩透透哦。欢迎温世凯，好，吉祥，欢迎永远找得到便宜旅行的去逛。我就是便宜的代名词，永远都有惊喜可以给你哦。怎么变这样？刚刚练习了，没有，越来越夸。尿尿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小便斗三个嘛，他一个人在那边。可是还在 ING 当中哦。你妈尿出来。光是有一种那种素人到这个综艺咖的孵化期的感觉，好，越来越可爱。好，欢迎光夫。接下来下一位是好玩好美食专家陶领军。我是陶领军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旅游是最好的充电方式。但是呢，我今天要推荐大家可以吃好、住好，还可以尽情买、开心买的充电后花园。开心，但不忘记也要美美的哦。对 ，Hello， 吉祥欢迎时尚秀妈咪伟如。连续假期要用的东西就是要用地表最长的东西。玩什么 ？Sam 老师先说。对，那因为其实出国旅游呢，包括那种连续假期，可能有很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规划出国嘛，那可能待在家里，那待在家里不外乎就是看影片啊、看电视啊、玩手机、打电脑。那你想要有点临场感的话呢，我就有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手上这一个小小的盒子。是什么？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有。我觉得很可爱。神秘吧。大家知道现在当下最流行的 VR 眼镜，对，怎么用？对，那这个 VR 眼镜呢，其实它是正版的，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，我不能讲它不好，就是可能它看起来会有点模糊。这是正版的，这是正版，这是台湾呢唯一在美国有拿到认证的一台 VR 眼镜。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标章，我把它贴起来，在这个地方哦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带一个程式给大家看。很简单哦，你在用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有手机，你就可以搜寻360度的影片或 VR 的影片，然后搜寻完之后呢，像我这边有搜寻到一个画面是长这样，有没有看到它是两格？有。对，那因为这边眼睛也是两格嘛，对不对？它的操作很简单，只能把它打开，然后它这个材质都很轻巧，然后把它放上来这边，直接放着，期待型，直接放着，对不对？关起来。然后呢，就可以看了啊，好，超立体的，看什么？看影片啦，你拙劣的行销，真的，超立体的，你根本还在开机中，在那边假装，真的有，不要这样子。不要这样诋毁 Sam， 真的，我不骗人，我看真的，而且你可以有导航的功能，也是立体的，对，游戏也是立体的，电影也是立体的，你们都看过 VR 了吗？没有，真的是不骗人，而且不模糊，对不对？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，超立体。真的，而且不会模糊，有一些会很模糊。因为我未来也是希望 VR 可以转播球赛。VR 可以转播我们的演唱会，对，那是现场直接的。你看，哎，阿妹和阿妹，哦，怎么抓不到？就好像在你面前这样。对，这个你就等于是你买票买不到，对，好像坐在第一排，就像坐第一排的视野。你说看 NBA 球赛也是 ，NBA 如果你第一排你买不到，那个票都坐在那边你就可以这样子看。
好棒哦！我们已经用这个来做战术剪辑了。哦，因为我360度三，那因为我今天介绍这一个就是比较平价，大家都可以入手。对，等于说就是依照你的方式可以来选择，是很棒的。这真的好立体，很立体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不要趋势，是趋势。对，我觉得在家除了玩这种三 C 产品之外，你一定会什么看电视啊、追剧，对不对？追剧的时候手又不能闲着，手要抓什么呢？抓地表最强的爆米花。经典口味呢，就是让你一次抓咸的也抓甜的，咸甜口味全部都在里面。老师，你可以试试看。然后为了因应中秋节呢，他们也出了史上最强的这个中秋礼盒。你看，超可爱的，它的盒子上面还有小兔子，兔子跟月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有甜有甜，哇，对，真的有两种哎。爆米花盒子还做成像月饼的图案，然后里面有两种口味，这也是在亚洲限定。这个现在夯到不行。对。大家各种口味都有，对，咸的是气死的，对，那甜的呢？甜的是焦糖，应该是焦糖，对。老师应该也会喜欢这一个，有抹茶的吗？还有抹茶，那个是抹茶，然后老师喜欢抹茶，对，焦糖。来来，我来试试看，那个气死的好好吃，很好吃，一次满足咸甜的感觉。给大家看一下。渣渣茶，这个是原味焦糖，对，抹茶也是现在限定的口味哦。啊，抹茶也好好吃哦，就很好吃。它有没有不好吃的拿来我试？没有不好吃的，每个都很好吃，而且真的会刷嘴。这个在家，对，你现在影音设备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再买回在家吃，对，而且还是点红色，这是招牌原味，焦糖还有坚果，焦糖还有坚果，而且它口感很棒。哦，这个很厉害，它超脆的，而且它是爆米花的每一个角落都沾满了那个焦糖香味跟那个 cheese 的香味，对，还有夏威夷豆吧？对呀，对，有坚果，综合坚果，惨了，因为停不下来了，惨了，最喜欢夏威夷豆，来了，真的，非常喜欢哦，还有林书豪。哦，对，他现在只喜欢两件事情，一个夏威夷豆，另外林书豪，眼里没有老师这件事情。所以听说这两个月就可以看到林书豪，然后再喂一罐这个给他，看球赛的时候。可以哦。好哎，好吃。买得到吗？现在买得到啊，现在买到101就有，买得到。对。但中秋节要买这种礼盒，不就漂亮啦？对呀，中秋节。老师，你可以买这个大的。买一点的。老师，你真的那个太夸张了。老师，只有你跟师丈专属，这太夸张了嘛！我可以笑吗？因为我觉得它设计的很好，这蛮好的，质感感觉非常的好，吃完还可以收藏起来用哎。这可是好哎，好可爱，这可以让我儿子玩沙。对，哦对，水我的，它可以当收藏盒，它的玩具收藏盒，这是你专属的，你跟范范。谢谢谢谢，这个送你，真的玩沙，对啊，这个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我家那菲菲现在会拿沙这样。拿着太阳，然后这样看一粒一粒拿下来，真的，对，很久。然后我说你是在看到什么东西了？好可怕！哎，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为了他的这个桶子，还是他的爆米花都要获得，都好吃啊，都好吃，这个好，超好吃的。对，哎，我推那个，我推夏威夷豆那个，对，我也原味的，那个很讶异哈，因为你没有想到说爆米花会有这样的口感，对啊。而且那么新鲜，在罐子里面的。是啊，好。好玩什么呢？旅游达人。好玩呢，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常刚刚盛友在聊，就是说不一定要到国外去玩，我们每次都在介绍国外，对不对？其实国内也蛮多蛮好玩的样子。苏澳吗？苏澳，而且有没有像到国外去的那种感觉在这边？而且你看它的浴池在这边，整个从这个是苏澳，就在苏澳，而且这个呢就在我的房间的门口，整个往下看，它的游泳池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所以你想，你带你的这个飞翔去那边玩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怕别人干扰了，有没有？整天，而且白天是长这样子，你可以一天都不要出来，因为到了晚上以后，那种浪漫的程度又完全不一样。就在苏澳，对啊，而且人不会太多。台湾的苏澳，台湾的苏澳，对，就是在我们台北开车子过去很近的一个地方而已。而且重点是，他的房间呢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那边有冷泉跟温泉，所以你进去，不管是全家大小，或者是 couple， 就是情侣们去度假，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。特别我们工作很累的时候，好好放松呀。这边呢，它有大众汤，而且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汤在那边，不单单是这样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整个的品质跟质感在那边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个好像就到国外去旅游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跟你讲，
人家会问说，万一你去到这个度假村，感觉很好，外观很好，但是这个吃的东西如果吃的不好的话，就会打枪，你说对不对？打枪，哎，真的，我告诉你呢，这一家呢，我自己也非常的推荐，我更推荐的是，因为它的对视觉性的美感，你就觉得整个非常的舒服。再来一点呢，它很有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，它跟在地结合，它所有的食材都用在地的食材，也就是说它回馈给在地的社区这一块，那我觉得很棒。然后你看它每一个的产品，你吃到那你可以吃到我们苏澳的特色，而且你可以享受到国外的高品质的一个生活在那边。樱桃鸭，樱桃鸭，对，你看，因为苏澳那边有很多海产嘛，然后再来呢，宜兰那边有樱桃鸭在那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吃，而且它的早餐它不是 buffet 式的一个性质，它让你吃到饱，但是它是单点，永远让你吃，对，非常的精致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单点吃到饱。那你会觉得说，万一我在那边哎待了两天，第一天 OK 了，第二天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它呢有专门的，等于是在地的行程到旁边。的粉鸟林，这是苏澳粉鸟林，人不多，所以你会觉得说它的特色，因为你看，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很漂亮，只是一般人不太知道而已。对，那它这个有趣的就是说，它会带在地的导览，让你去认识这些一般你们所不太知道。像我自己的话，就觉得说，除了看景，我还有好玩的东西。那最近最流行的叫做立桨。有没有玩这个立桨的一个方式？它有专门的，不会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呢，这个立桨，你看这个像冲浪板一样，非常的大一个，而且呢，它漂浮在上面很舒服，有没有？看我整个人躺在那一边，而且那边也很适合浮潜，也很适合玩这个东西。不单单是这样，苏澳刚刚说过了嘛，就是我们的渔获非常的有名，所以你可以亲自他带我去玩什么，做自己的渔丸，自己手工做的渔丸。我跟你讲，这个。真的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鱼丸，答对了，因为我自己做，而且因为你自己做，所以你很清楚知道说它没有添加任何的。有人调皮做长的吗？哎，各式各样都可以，你要做造型的也 OK 啊，看你喜欢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他那边有，就是说，我觉得现在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度假村，其实他们不单单只是在卖房间，而是卖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特色在那边，所以我推荐大家呢，只有3天2夜的时间，不一定要跑到国外去了，到台湾选这样的一个单点的一个，好好的享受，好好的舒服一下，也是蛮不错的。好，好东西。郑老师推荐哪里？对，那除了可以好好的悠闲的旅游之外呢，我带大家到台湾的中部，因为其实而且我要介绍这个景点呢，连国外的人士呢都会来到台湾来到这边来玩了。这个呢就是它里面的大海啸，对，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就一排一排在等那个浪来，然后那个打过来之后，你就大家全部都往上浮，会掉下来，就很追浪，对，这个就很有名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游乐设施，就这个叫做巫师飞艇。对，这个巫师飞艇呢，就是呢，它是一个重量级的设施。为什么？它可以从上面，然后这样飞出去，然后再从这边飞过来。哎呦，对，刺激！李君姐去玩过，它这个是水的，我也觉得很恐怖，非常的刺激，因为它下去以后快到那边，它整个上去，你会冲出去，对，冲出去，它又开始往下，对，往下给倒回来，都是玩水的。还有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，就叫火山冒险。对，那这个火山冒险就是你冲下去之后它很高，然后就会有溅出水花来。这迪士尼才有，在台湾也有，就很丰富。它有点结合云霄飞车这样子，然后直接往下冲就是有水花。那还有这个叫做抢救地心，对，这个很高哦，断轨的那种，对。这个它地上面有35米，往下有4米，等于说它总高度有39米。哎呦，然后呢，它会连续旋转2圈半，足以粉身碎骨。对，它就一直喘，而且它最快啊，每分钟高达2公里的速度。哎呦，等于说它就让你挑战那个人类的极限的玩乐。对，然后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图是长这样。哎呦，这个恐怖哎。这个很好玩，会像溜吧？这个就是吓死，他就上来，然后下去，就像自由落体这样子，很刺激。就是那个临界点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也看不到前面，也看不到后面，就整个这样下去，横在空中。对，那所以有海也有路，很刺激之外呢，如果说你想要温馨一点的话呢，有这一个就是适合这个亲子可以一起玩的，就叫皇冠秋千，就是在那边像这个对，就像旋转木马一样，不过它是坐荡秋千的方式，这样这边旋转。所以我觉得。
在台中的话，其实你大家可以来台中，台中，而且它占地很大，而且设施都很安全，很好玩。还有哪里可以玩？坐车去台中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坐什么？坐飞机去哪里呢？来金门哦！去金门，因为我觉得金门真的是除了现代化之外，它真的是有历史痕迹。你要走人文之旅的话，真的可以去金门。像是你可以看到这823炮声的一些纪念碑在这里。他狂推金门哦。对，然后呢还可以去举光楼。举光楼它是在之前我们中华邮政的邮票上面有出现过，所以呢它变得非常的有名，远近驰名。然后你还可以去这个宅山坑道，这是当时国军呢自己开挖出来，这里面还有水道，都是那个军舰要进来的。或者是呢，你还可以去跟风师爷拍照，因为风师爷是他们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信仰。然后像我本人呢，就有跟他拍照这一张。然后你会发现哦，有一些风师爷前面他真的就会有拜拜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真的是把风师爷当作祈求平安的地方，所以风师爷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你还可以自己骑车到南部的那个小金门去吃这间饼店，这间饼超有名，它叫铜饼，这也是限量限定的。然后去金门，我觉得这种那么漂亮的地方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要拍一些假文青的照片啊，所以你的配备一定要超时尚。那这时候要带什么去？带超时尚的行李箱，你看这么多颜色，然后它一共有这大中小，然后你除了带这种中的之外啊，这个小撸过来一个看看，好，好来，你看多好撸，轻美，超好撸的，这个轮子好，然后这个小咖的这边还有这个绳子，你可以套在那上面，所以你也可以带上飞机上去，然后也可以把它背，而且很轻美，对，可以这样背着套在那个拉杆上面，好时尚，怎么套？这样套，怎么套？哦，你让我套。它是这种啊，对，夹的，对，这个它就直接这样把它包好像对，小孩，这个颜色太马卡龙了，对，然后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这种颜色你可以买两种，最怕行李箱重，对，然后你可以买两种，上面那种你就可以配这种跳色，里面好哎，化妆箱，镜子，对，哦，那一只我喜欢，那一只颜色也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在这个中包里面呢，你一定要再配这种小包包，也是他们的。也是突然的，你可能出去要干嘛，要买个东西而已，这里面有这个小袋子，可以像杯子就走，所以也很可爱啊。然后还放一些行动电源啊，小化妆包，然后有非常多的颜色，还有这种豹纹的啊，各式各样颜色都很好搭。这样你在拍照的时候也不用担心那个衣服穿不好看，包包不好看，真的，对，都可以很行李箱好看就好，有一个时尚的金门之旅。哎呦，哎，顺哦，很轻巧，轻巧，好漂亮，这个不错，嗯，凯哥，你要介绍哪边？因为刚刚先搭车到台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搭飞机到金门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其实不要忘了，我们台湾是海岛，我们旁边还有几个小岛，其实也蛮不错，所以我们搭船去我们的离岛，这个叫做。天哪，最美风景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。我看到我这五年来看到最美丽的夕阳，它长得是这个样子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海天一色，整个是粉红色的颜色在这边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你拍起来根本都不用修图，直接咔嚓就是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对，所以人家说，哎，台湾的景色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的十大夕阳，这个绝对排得上的。我再告诉你另外一张。